세상 말씀하면서 피로를 다니면서 예수 창지 그걸 성적 매일에다 어머니 하나 하세요. 피로를 넘고 순수한 피로를 여러분 우선을 넘고 피로를 넘고 어머니에서 피로를 다니면서 다만 애들이 영성전에 어머니 피로를 상당히 중요하죠. 그리고 당시 뒷모습과 인간의 특별한 인간의 말이고 좌우의 생활 예수 피로를 상당히 更关键的，我都清楚。耶稣哪一个系得俾我话？你哋哪一个呢个系我嘅身体？同样嘅哪一杯嚟祝谢我？然后话呢杯就系我嘅血，系民约嘅血。耶稣亲自讲翻呢番说话，呢个系一个信德嘅保证，我哋会相信。但系当然，为未有信嘅人嚟讲，都系始终唔系好接受耶稣所讲嘅说话。值得我哋今日慶祝耶穌基督嘅聖體聖母之約嘅時候，都問一問自己：究竟我哋相唔相信耶穌基督臨於喺聖體聖事當中？究竟當我哋領受呢個耶穌嘅體驗嘅時候，係咪真正耶穌嘅體驗，還是依然係一塊面餅同埋葡萄酒？當然理性上我哋都係見到真係面餅同埋一杯嘅酒，但係。其實喺我哋嘅靈性生命上面，呢份嘅信德嘅產生係因為嚟自耶穌基督嘅信仰。耶穌基督親自教導話俾我哋聽，聖體聖事嘅重要。中國將呢份嘅信仰傳遞俾我哋，同樣我哋都有機會去接受呢個嘅信仰。呢個嘅信仰話俾我哋聽，聖體聖事嘅重要。所以今日我哋幾點值得我哋反省？首先，基督嘅聖體聖事。事實上係真實，因為從聖經記載或者從我哋嘅信仰裏面，多年教會嘅訓導都強調感恩聖祭嘅重要，係我哋信仰唯一嘅傳統。我哋試下睇下，首先聖體聖事係啲咩法？第一點，聖體聖事就係代表緊教會團結共同嘅標記。無論你去到邊個國家或者你身處喺邊個地方都好。每一次我哋參與感恩聖祭，我哋同樣念同樣嘅經文，喺祝聖筵餅嘅過程當中，都同樣念翻同樣經文。雖然語文方面可能有唔同，可能有啲地方語文同拉丁文或者意大利文或者其他語文，但係始終嚟講喺呢個過程當中，喺呢個感恩聖祭，事實上呢個就係耶穌基督嘅身體，呢個就係教會團結共同嘅標記。你去到世界各地參與彌撒，都係算係耶穌基督親自定下呢個嘅聖身體同埋聖靈，所以你唔可以否定。所以我哋睇到，原來係教會共同合一嘅標記，亦都係團結所有天主嘅子民，因參與呢個感恩聖祭，彼此認識，彼此相聚，彼此一齊祈禱同埋發病。所以當我哋每一次翻聖堂參與感恩聖祭嘅時候，我哋就係教會嘅一份子。我哋每個人今日出現，都係因為我哋天主嘅旨意。我哋會目標百事或者一個外教人會坐入或者係領受呢個聖事，因為要明白，亦都要知道佢哋未有資格住，佢哋要學習天主嘅道理，成為咗基督徒，然後先能夠領受耶穌基督嘅體驗。因為呢個係信德嘅保證同埋一個保證。所以我哋咁緊張就係話，聖體聖事係為我哋基督徒去吸血。外教人佢哋未有資格做，佢哋仲要等待，經過一啲步道嘅過程，或者學習天主嘅道理，明白聖體聖事嘅重要。所以為外人嚟講，有啲可能好中意都係落嚟領洗嗰啲教友。雖然領洗都係重要，但係佢哋更加要清楚知道。除了領洗之外，更重要就是渴望領受基督的聖體聖事。為咩講呢個係一啲重要嘅道理？但係有幾多個親戚朋友或者身邊嘅人或者護士或者醫生能夠明白呢一點？有陣時我哋都有啲困難，因為好多時候我哋為一啲臨危嘅病人去受洗嘅時候，好多時都未有時間去教導基督聖體聖事嘅道理，又或者冇人去。或者冇人去俾聖體聖事佢哋，所以有時候
然我哋教会都希望，虽然灵魂上系可以得救，但系我哋更加希望佢哋能够身心灵都能够得到耶稣嘅照顾。所以教会里面一个团结共同嘅标记，我哋要好咁珍惜。所以信圣体嘅角色就系将耶稣基督嘅体血带俾一啲可能参与唔到弥撒嘅一啲长者，或者伤残人士，或者病人，或者其他嘅人士。佢哋将耶稣嘅体血同佢哋分享，所以亦都系代表紧教会团结嘅标记。因为呢个就系正正就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愿意去接触每一个阶层嘅人，贫病老弱嘅人，佢哋都有機會去接受耶穌基督的體血，實在是為了福分。除了教會共同團結的標記之外，第二當然和我們有關。當我們領受了基督體血的時候，我們會更加照似耶穌基督，我們的身體就好像耶穌基督的身體一樣。因為耶穌親自留在我們心中，產生一份的改變，這份改變亦都是一份的奇蹟，包括耶稣可能亲自医好我哋身心灵嘅创伤，又或者耶稣基督嘅体血能够俾我哋力量去面对我哋每日嘅生活带嚟嘅挑战同埋压力。所以耶稣系亲自改变紧我哋。事实上，我哋要好紧同耶稣建立一个良好嘅关系。如果我哋都想同耶稣有更亲密嘅关系，或者想耶稣改变我哋嘅生命，我哋要同佢合作。所以我哋每次领受基督嘅礼嘅时候，不妨反省翻我哋自己系咪有资格或者系合乎领受圣体圣灵嘅情况。所以喺教会强调就系，当我哋领受基督礼嘅时候，要多作反省，要办妥一个修和圣事，希望我哋能够从罪恶远离，然后好咁接受耶稣嘅邀请，让耶稣进入心中。呢一点唔知各位弟兄姊妹有冇咁嘅做法？每一次我哋都有反省嘅能力，反思自己嘅思维系咪合乎天主嘅要求。如果我哋都冇呢个准备，而去领受基督嘅体血，当然大家都知道系一个罪，亦都可以咁讲，我哋未有资格去欢迎耶稣进入我哋心中，因为我哋嘅心中仲有好多嘅仇恨，或者不足，或者软弱，或者罪恶嘅方面，阻碍咗我哋同耶稣嘅关系。所以我要设法铲除呢啲障碍，让耶稣亲自嚟心中。所以反省极都系需要。所以鼓励基督徒，我哋一定要每一次领受耶稣基督嘅体嘅时候，不妨反思自己嘅信仰，问一问自己：呢一刻我哋有冇资格领受基督嘅体？我哋唔需要隐瞒，因为耶稣好清楚我哋内心嘅想法。就算我哋行出嚟领受呢个基督体嘅时候，如果你帶有好多嘅罪，又或者不足嘅地方領受嘅時候，當然耶穌有方法可以解決。但係問題就係話，自己嘅良心有時都過唔到自己，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實在有好多地方需要改善。所以為此，我話喺祈禱當中求天主俾我哋力量。如果你真係好想同耶穌有更緊密嘅聯繫，我哋首先從自己出發，希望能夠作一個徹底嘅反思。都徹底去睇自己有啲咩地方能夠天主同人關係改善。第三點，領受基督嘅禮段，除咗係改變自己嘅身心靈嘅創傷或者思想之外，更重要就係話愛嘅標記。基督徹底成為一個愛嘅標記，係因為耶穌願意將佢嘅身體同我哋分享。所以當我哋領受咗基督禮段嘅時候，我哋亦都好似耶穌一樣。要走出去，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回到自己的家庭裏面，要懂得和我們身邊的人分享這份的信仰和愛的標記。同樣理由，當我們領完基督體的時候，如果我們不懂得去怎樣愛身邊的人，可能你不懂得一刻裏面出到街，可能去罵人，又或者去犯罪，又或者我們說是非等等，這些都違反了耶穌的愛的標記。所以這個更加要在基督徒要很謹慎。當我們要領受基督體血的時候，領完之後，我們一定要表達我們一份的信仰，將我們的言行表揚能夠透過我們的生活能夠表現出來，告訴人我們是基督徒，
我哋係透過愛人同埋服務，去將以天主嘅光，呢個先係真正基督徒嘅標準。將來嚟講，當我哋記念又慶祝基督聖體聖字嘅時候，不妨問問自己，究竟我哋有冇為喺到教會嚟建立福音嘅標準？我哋有冇感謝天主召召咗我哋成為基督徒，喺呢個教會裏邊成為基督徒嘅一份子，將以耶穌基督聖體聖字嘅標準？所以我哋每次參與喺聖祭嘅時候，其實喺呢個團體裏邊，我哋都希望又發揮一份共同嘅精神。我哋彼此都係弟兄姊妹，彼此都希望喺每個星期見面嘅時候，都能夠同人哋分享我哋嘅信仰，建立一份嘅友誼。所以讓我哋今日祈禱裏邊求天主俾我哋呢份嘅信心。一時間我哋領受基督嘅禮嘅時候，值得我哋反思自己嘅信仰，究竟有冇資格去領受基督嘅聖體聖字？如果有的話，我哋就安心地去準備，同天主去交談，將我哋嘅生命同耶穌基督嘅生命結合，希望我哋能夠發揮力量，產生奇蹟。特別喺呢個社會同埋喺我哋家庭裏面，點樣去繼續將愛同埋分享？咁樣耶穌基督嘅體血先有佢嘅意義同埋價值。所以今日耶穌邀請我哋苦感準備一下自己嘅心，領受基督嘅體血，希望我哋能夠透過我哋言行表揚，去繼續去讚美天主，願天主保佑大家。